伟士牌的精美钥匙圈啦。那今天如果真的中奖的朋友们，真的可以去买一下乐透了。那我们一镜到底哦，没有作假的哦。我们现在检查一下我们名字有没有都在里面啦。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？真抽哦！我们虽然这也不是说什么什么送平板还是送手机的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是要讲求诚信。虽然我有朋友跟我说他想要白色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跟他说没办法，这就是要真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有三个颜色，我们就随机送喽。那我们马上开始抽出我们第一个得主。是谁呢？要出现喽！嗨，恭喜我们的刘伯廷，好，第一位得主已经出现，那我们开始看我们第二位喽。是谁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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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个人在那边夹，还好笑。来哦，第二个出现了。哦，第二个是我们的淑敏阿姨，淑敏辣妈。好。再来抽出我们第三个喽，因为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我一个人录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抽出我们第三名得主，出现哦，最后一名得主是谁呢？来，恭喜我们的 Black， 恭喜我们三位得主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出了一点小意外，所以影片中断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可以剪接了吧？因为刚刚已经一镜到底抽完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美钥匙圈，有黑色、白色，还有黄色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我真的觉得这个做得非常有质感。抽中的朋友们，恭喜你们！好，那这边一样来工商一下，如果要买机车的朋友们，可以到我们的桃园八德专卖店买我们的万年不败款威士牌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找桃园八德店呢？因为他们的老板娘跟老板娘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亲切，非常的有爱心，是很有爱的人。所以说你买机车不找他们，要找谁呢？好，讲到这边呢，老板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呼吁一下，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去打子宫颈疫苗。因为呢，她有个朋友非常年轻，也都有在定期做抹片，也有打疫苗，但是还是非常不幸的在去年离开了我们。那她在离开之前一直提醒她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去做抹片检查，而且一定要是自费的，还有人类乳突病毒也都一定要做。因为子宫颈癌我们女生都有 50% 的几率会得到，所以这件事情千万一定要重视。那我们的知名女星梅艳芳也是因为子宫颈癌离开人世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轻忽哦。那我下面跟大家讲几个它会发生的前兆，还有要吃什么可以预防它。如果你行房后大便后阴道有不正常的出血，或是骨盆腔下腹下腰疼痛、频尿、腹胀、贫血、消瘦、发冷等症状，要注意哦，这些都是子宫颈癌的前兆哦。要多多摄取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， 这些可以预防病毒的感染哦。包括胡萝卜、橘黄色的蔬菜，例如南瓜、红甘薯、柑橘类叶等；深绿色的蔬菜，例如油菜、当欧、韭菜花、芥蓝、地瓜叶等，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。一般人至少每天要吃一份黄色或绿色的蔬菜哦。那记得要来私讯跟我们领奖哦，不然就归我咯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拜托订阅，赶快订阅，订阅了没？麻烦订阅，订阅一下。赶快订阅，不要错过。